前大律师林作星期一被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拘捕，涉嫌同虚拟货币交易平台 JPEX 案有关。警方去到林作位于中环娱乐行的办公室进行搜查。证监会上个星期三点名警告虚拟货币交易平台 JPEX， 话这个集团旗下的实体店没有获证监会发牌。林作就曾经在社交平台大推这一间公司，更加声称自己已经申请成为合伙人。我跟个平台没有任何直接接触的，即是在这里都必须要说我是没有办法是找到任何真是该平台负责人，从来都没有接触过。他在证监会点名 JPEX 之后就跟对方割席，早前去警署提供资料，否认自己是合伙人，亦都在 Instagram 出 post 说自己不会公开推广无牌的交易所。